文字长度的验证，比如输入身份证的时候，我们希望一定要十个字，对不对？好，选这几个栏位，那在资料验证的地方点起来，这边就改成什么？文字长度。哦啊，不是介于啦，等于一定要十个字，就打十张就好了。所以呢，打个 A， 一二三四五六，它不会让你过哦。好，重试继续，七八九。十个字刚好会让你过 ，A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，多了一个也不行，少了一个不行，一定要十个字。哦，一般人可以做啊，比如手机的零九七五一二三四五六也行。哦，哦，文字数字不行的哈、哦，我们输入的数字是不可以，一定要文字。哦，所以这边只能打文字，而且我们刚输入的他认为是电话了。啊，长度这边也可以看到哈，文字长度在这里啊，你可以试一下。碰到身份证字号的时候，设定限定一定要记得哦，等于十哦。